Hello， 各位安安，我是牧羊人。新的游戏火战工程，来到商城点击旋转轮盘，会看到广告大约30秒。旋转轮盘，一天可以免费旋转20次。幸运轮盘里面内容有怪兽卡、红宝石、金币。城堡是整体游戏里面的主界面。冒险可以解一般固定的任务。战斗有休闲战、排名战。上方有三个问号，就是日常任务。任务完成会有不错的奖励。开始决斗，正在搜寻战斗对手。战斗要开始了哦！右下角蓝色水晶石是法力，建造魔法石会扣75颗法力。建造军营扣50法力，建造一个军营增加人口数量10人。第一层唤醒卡片哥布林弓箭手，再建造第二个魔法池。目前人口才20，还可以再建造军营。再扩充人口，继续建造军营。层级一，编入弓箭手。完成登录两组怪兽卡时，组成会慢慢的自动升级。人口上限数量越多，可以呼叫的怪兽卡就越多了。建筑物需要时间去搭建，在空闲的时段先了解一下战场地形。长条形的战场，中间有一块拱起来的山丘，组成升级来到二级的时候，层级二的怪兽卡就可以登录了。登录巨锤战士，层级二登陆残暴巨怪，对方攻过来了，召唤怪兽卡残暴巨兽，召唤巨锤战士，召唤英雄，使用技能护盾。战场变化多端，环环相克。
最常用的一招就是人海战术，压制敌方。一场对战大约五分钟，我方大军已经步步的逼近了敌方的城堡。把敌方的城堡给击垮就获胜了。Victory!